带小被子。跳上跳下，然后笼子刚煮好，咪咕就先进去了。啊，你要不要出来？不想出来。嗯。不想理你了，那我们去接哥哥了。哥哥回来了。好久没看到弟弟了，你鬼干嘛说的那样不认识了？你最爱的哥哥你鬼，哥哥很久没回来了哈，那尾巴是空的。现在还有装一个食道胃管，你要先确定让它有吃够足够的热量，然后还要喂一些药。我们很久没有咬猫草玩具，找方式离哥哥近一出不来，一个就不来。
我救你啊，今天要去出不来哦。站上面。吃好几次，还有一些消炎跟抗生素要吃。那是用针筒，一开始要先用水确认它有痛。如果有空气就让它挤出来，不然它的胃会胀胀。想偷吃人家的饭，这么困难你也要吃？不能用手，你想干什么？那是罐罐，不是干饲料。你看没？还是决定吃一下。多补充一些食物跟水分，而且他现在还要吃一些消炎药。现在吃饭，同时进食。他背上的伤口就是之前抽胸水的时候装那个胸管的伤口，小小一个，快好了，现在已经结痂了。最后喂完的时候，一样再喂一些水。让它流到胃。妈妈，你好棒哦！自己吃饭饭。好了，要把它塞回去。摸到可爱那个脸。他有时候看到我们在拉他的管子，他会看那个管子很疑惑，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妈妈，你好棒哎！他的毛现在被剃得乱七八糟，因为之前吃那个药都会有一点落晒。所以都会沾到毛，身体都会沾到大便，所以医生就帮他直接剃掉，比较干净，因为擦不太掉。趁母管子还在的时候，多喂一点饭呢。吃饭在发呆。擦一擦，因为他身体都是大便，擦一擦他就可以出来玩了。他现在很开心，一直提醒我们快点快点快点。他不知道什么感觉，他应该自己都舔完了吧，都被剃光了。对，然后他最近也很努力，一直在自己舔，舔干净。伤口都好了，好超快的，要结痂了。哥哥哥哥出关了。啊、怎么那么可爱？我们爬上来的时候衣服掉了。
该抢到宝座啦、啊，好可爱呀、哦！你最喜欢上面对不对？爬高高。